就會入會儀式，恭請陳書記為我哋主持。請聖安多尼之友會準會員移步到祭台前。主持入會的儀式，而家新天入會的準會，你們是否自願加入聖安多尼自由會，並履行會員的責任？是，我們自願加入聖安多尼自由會，並盡我所能做好會員的責任。那麼就請你們發表入會宣言。我們自願加入聖安多尼自由會，並且許諾要效法聖安多尼，熱愛天主聖言，做耶穌基督的傳人，活出愛主愛人的戒義。好，我本人以及本台兩成果接受你們善愛聖安多尼自由會成員，這會議證是你們許諾要效法聖安多尼的標記，與你們時常熱愛天主和他的神國，並勤於修練克己、謙信、純潔、神貧與慷慨等德行。請你們的代表來到這裏領取聖安多尼自由會的簽證。阿爸，请书记同两神父留步，与新会员及正副会长合照。